我睡觉的时候，发生了那个流口水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哦，看到肺的啊，肺的这样子转了，肺的在这样转了，肺的在这样转了，肺的在这样转了。他刚才看到地球上在无动于衷嘛，看到地球上无动于衷嘛。看着地球上无动于衷啊，看着地球上无动于衷啊，看着地球上无动于衷啊，外星人呐、啊，看着地球人呐、啊，无动于衷啊，着急啊，这个指责的什么疑心呢？疑心的时候不是说粮食短缺嘛，粮食短缺嘛，所以要提前种粮食啊。按照备粮食的话，应该来说现在就得开始备啊，因为种粮食得一点点种嘛，不是说、想要就有的。而且按照以前观察地球上来说，基本上没有多少余粮的，所以啊，地球人呢稀里糊涂、稀里糊涂、稀里糊涂。哎呀，地球人呢稀里糊涂，他们也知道我很难传这个消息，也不知道怎么传，他们也在着急。他们也在着急，希望我出个方案给他们，让他们让希望我出个方案，我出个方案，然后让那个地球上的人呢显而易见能接受这么一个事，哎，那我再考虑，哪考虑考虑的话，你来个飞碟到我房子附近来一下子，很直接的，就是跑到这里来，很直接的跑这里来。这样的话，有人会采访我，对，采访我，然后我把这个，对，然后我把这个消息说出去，然后我把这个消息说出去，对，对，对，未来五天之内，到这里来，强关了，造了，编的。傍晚五点开始，造了遍地雪亮啊，造了遍地雪亮啊，尤其我这里，要上下好几次，让他们知道我中心就在这里，啊，对，准备个五天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六日。一、二、三，星期三晚上，对，五啊，六、日、一、二、三，星期三晚上，对，星期三晚上，然后四、五、六，对，四、五、六，对，继续采访，然后我就回加州去了啊。到了加州以后呢，又在我住的附近呢，再出现一次，对。这样呢，人家就会把焦点集中到我身上，我把这个消息说出去，对，就这样来，就这样干，